足够的准备，我录了一下。李方茂教授刚才给我一个很好的文抄的介绍，我的研究大部分是在更早的时间，魏晋南北朝，现在最近有点隋唐，可惜我们没有全抄的，除了混乱留下来的几之外，我们大部分都是传世的文献，然后传世的文献大部分没有确切的地点，本来他们也许远远于隋朝，可是在经过这个典型化的这个过程的时候，我们用很多信息的除掉，像重庆的朝鲜朝鲜时间朝鲜地点，所以经常我们很难把一个传世的经典跟某一个特定的地点联系起来。此外我们还有公冠制，会记录一个道观的历史人物跟主要的仪式传统，就是这样的文献就很偏重于出家道士，所以我最关心的佛举道士有点忽略，而且它的历史可靠性不是很高，有些东西就传说而已，有些东西可靠总是要做一个分析才可以相信。还有所谓的道士传仙传，也有时候会记录一些地方宗教的信息，可是这样的有传的人不多，大部分是比较有名或者社会地位比较高的人才有这样的记录，而且它的可靠性就可以有点可疑了。所以我今天想给你们介绍就是出土文物，因为出土文物总是有一个地点，可是它出土的地方，所以我从一早开始就是西九铜器，西九铜器已经是放在墓里头，有墓主的姓名、身份、祖先什么样的东西，而且它也包括为后代的一个祝福。来分析这个分众的文献，我觉得你都需要考虑说它是就是一个记录，或是它还有什么宗教作用在内。战国时期我们就开始发现各种各样的文献在一个分墓内，大部分是墓主生死所用的书籍，像他的属字他的占卜记起来的哈，所以他们并不是为了坟墓而写，可是即使这样子，或许他们也是有一个宗教作用，就是在皇权在死界里头或许有一点保护的作用，这个不清楚。不过此外我们还找到一些文献，像医务书，就是列出这个坟墓里头所有的随葬品，可是他也会记录这个埋葬人的名字、身份，有时候他住的地方是什么。有时候我们也找到一个说，这个有不同的称呼，就是我是用道解这样一个名字，就是一个文献会把这个死人的户籍从阳界传到阴界，所以大部分它的形式是一个阳官写给阴界的一个官员，像墓博准公什么的。还有买地券，代替大概是后汉二世纪开始出现，卖地券是模仿活着的人用的买地券书，就是特别是为了这个坟墓而写的，
那具有我们的姓名、社会身份、籍贯、祖先，还有北方、南方两位的分别。北方的买地权比较实在，大部分的信息都是将真正的人来做什么事情，就是见证人是活人，目的的大小也是用比较实际的。我们在西边几户，我在南部加了某某人的地的界限，这有一个比较可以行性的东西。南方买地权就宗教色彩很浓厚，目的的信仰往往不是用实在的词，而是用比如东指甲乙，或者东指青龙，南指处女座。真正人也往往是神仙相与定夺，从坚固王子起来人朝贡。汉末我们还出现一个叫做镇墓品，它主要的分布在中原地带，差不多长安到洛阳一带。二十时代也是跟买地权差不多开始，可是它比较早了。在中央地区，差不多魏晋南北朝，魏晋以后找不到镇墓品，可是在边远地区还有。它是不是一个买地券，基本上是块石头，然后刻有这个文字。这个真木瓶，就像我说的是一个瓶或者一个棺，然后外面有些写字，然后内容有一点点跟买地券重复。我们从来没有在同一个墓发现真木瓶跟买地券。所以他们好像有这样的用处，有时候他们国内还有东西，有药物或者一个奇人的小庸啊，可以代替这个墓主来应届工作什么。这墓碑也会记录人的姓名、籍贯，然后他也有这个像刚才我提到的一个告解的作用。还有一个天地使者或者皇神使者会通知阴间的一个官僚说这个人死了，估计要转到他那里。他还有解卸被墓葬打扰的地气墓官，所以有谢罪的这样的意思。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在一个墓里头经常会发现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墓碑，埋地权只有一个。张清亮教授，四川大学，现在会写的。认为这个真墓品是道教的产物，然后把它们叫做解住品。可是助气其实在道教的作用跟在中国宗教的作用非常不一样。助气在道教里头就是地狱正官之一，所以助气就是正神所做的事情，也不能邪泄。而且真木品上面的神都是俗神，也不是道教的神，所以我换个解释。早期的买地权没有跟道教有明显的关系的例子，我们第一次可以看到一个一定有道教色彩的东西的买地权是五世纪。我觉得这个是因为道教早期是 ANI kind， 不崇拜图像，就像现在的佛教一样。为什么他开始用这样的东西或是跟佛教有关？我们五世纪也是头次看到道教的神像。在买地权最常见的道教色彩就是在结尾的部分，平常它就是汲汲如玉润，
就是道教的，就是满地拳就会加进去一个道教的成语，像积极如太上老君立位。有时候这个满地拳的本文里头还会提到这个道士的身份，有时候也会提到所谓的女亲照术，要看女亲照术有点复杂，不过到底女亲是谁还不清楚，我觉得这个就涉及到刘老师的发表。我们这种展览的例子就是这个徐父满地拳，1977年在昌帅出土的。这个徐父是一个南关祭酒代言制的，还拥有黄鼠气类，所以他经过这个和气仪式。在这个墓圈埋地圈里头，我们还看到一个特点，就是道教的人不遵守任何禁忌，他们觉得他们道教的气是正义气，比所有的俗神的那些禁忌要强要高有力量，所以根本对不理他们，所以他就是尊奉太上帝逐君仗远道好，不敢玄师责日，不避地，不禁忌，高行正气，不问归师。这是道教。然后结尾的部分也是非常有趣，三段仔细，名称风行，一如太清玄元上。上三天无极大道太上老君，第三地下母亲招数利用，这里就是大家的典型的满地圈，就是这个。还有一个现在要谈吴志敏。吴志敏保存相当仔细的生平记录，南朝的时候实践，可是唐代就很多，然后我自己在这个发表里头用的例子也是唐代的。一个墓志铭有两部分，有一个散文的部分是记载那个人的生平，然后有一首诗是然后有人认为墓志就指那个散文，然后诗文的部分就是那个铭。墓志铭是记住两个东西，大部分是刻于石头，经常会有一个盖子，然后出土文物数量相当大，可是到现在为止不是非常均匀，大部分是在某些地区出现的。此外有墓志铭的人平常是社会地位比较高一点，所以也不是代表一半的道士，而是比较有名的道士。有一些墓志铭是新人写的，有些墓志铭是请一个文人写的。文人写的墓志铭糟糕，没有什么用，大部分都是他自己画完，甚至应用老子什么的，都不告诉你这个道士的生活怎么样。这是盖子，这是一个墓志。道士的墓志铭存在，其实不是很多。我到现在找到了十几个，是唐代的。他就像以前的这些文献，都有记录他的生平、姓名、籍贯、有名的祖先什么的。对我们来讲，最有趣的就是这一点，他会列出曾经拜过的师傅以及所受到的名师之事，然后经常会有他死亡的日期，然后有时候会有他死前的几句话或者那段遗言然后他在哪里，什么时候在哪里埋葬什么的。不一定很客观，我觉得有点像
肯定是重新维护这个形状，是他的亲吻写的东西，不一定能露出他的毛病，可是还是有价值的，历史价值。墓志铭没有符文，没有咒语什么的，所以他们恐怕没有保护亡人的这个作用。所以期望看重就是 intended audience， 不太想怎么翻译，就是他认为应该看这些东西其实是生的，主要他放在墓坟墓里头，很难，所以很难看待，就是他不是唯一的界限。我就给你几个例子，这个是长存就是洛阳红道观的道士，在武则天的时候被度为道士，然后住洛阳的红道观，他曾经有两次旅行过来求法啊，他先到南岳衡山去找一个幻尊师，然后从他那里学到动经医药三路五法，像这个主要是上千金不过三路五法，就是观众有意见他到底是指什么，然后他就到华山西岳找一个王老师，然后在那里就被遣到阳平寺，天师道最高的寺，所以这个相当有趣。他先受上清，然后受到一个阳平寺，后来他就被送到监斋，在他的这个道观里头，然后拿到法师号。郑玉珍。也是一个观主，几乎所有的我的例子都是观主，所以你可以看出他不是一般的道士。郑玉珍也是洛阳出生，我们完全没有他的家庭背景，他可能是比较平民出生。他说自童年文武大众尧舜氏，所以他经常到王武山去学道，不晓得为什么在家里跟王武山有这样的关系哈。然后被持咒为道士，所以他受到皇帝直接给他一个咒语。这个既然他是平民出身，也有点难了解为什么哈。然后从姚道长那里收经子，就是正一，这样一个经典。后来他搬到洛阳的圣真观，在那里跟大众尊师玄野先生受了正义蒙威录，还有碧宇中宣，所以他受到了正义跟明宝两个传统。连他什么时候当了观主没有记载，所以很多重要的东西其实不在这个墓志铭里头，不想回去就是这个。范远，这个是我最仔细的一个例子。范远本来是河南南阳人，然后应官大概是父亲受官的，就迁移到咸阳。在咸阳就被取度，可见他又是相当可能是重要的家庭出生，或者不晓得为什么就受到这样的一个特别的皇帝赐给他的祝福，然后住到东明观当道士，然后在哪里跟他的观主就学习，收了老子十诫与道德经五千文。然后呢他就应该因为没有提到别的地方，应该在同一观就跟圣选先生张志禅说真文为因，也就是应该就是明宝的这个经典。然后他受真以蒙威之法，没有
时间。OK， 然后他后来到另外一个地方学相亲保路，就领土，然后一字几秒就领法，可能是都选一个。好吧，圣德兼斋，然后他受到这个，又受到皇帝的特恩，他是总许玉贞公主，就是玄宗的女儿，然后到了这个终南山的观主，然后因为机缘就回到他原来的那个观，东明观，然后在那里过世，我还有几个女人的例子，女道士有时候要在传世文献里头很少，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资料特别贵，宝贵。刘牧吧，就是在王父上长大，三岁的时候就应当孤儿，给他祖母养，他祖母又过世，给他的邻居养。所以可见他的生活情形不太好。14岁他就结婚，跟一个相当高相当官僚结婚，34岁20年后就当寡妇。那时他的兄弟也已经过世了，所以他只好选一个宗教生活，而且他先皈依佛教，就是也选了道教，然后在天台山收了真义运，名为灵宝法，是不是真义名为的灵宝？同时收到，或者就是先后，不是非常清楚。然后在横越，就是南越，他是又收到上清经，然后又回去往木山，他本来的地方。在那边住，我可是没有当到观主。那我们知道他的小孩子都后来有3个儿子，2个都为进士，所以可见这是一个做官家庭。第三个想举，可是2个女儿都变成上卿女官，上卿女官。他的父亲，还有这个哦。这是个男的，侯敬仲，也是一个官主，本来是郑州出生，也是一个乡绅，父亲是县令，祖父是县令，父亲是县主簿，只不过是高官，可是还是做官，也是14岁的时候就出家，住在一个承运观，他是去中岳嵩山的太乙观，跟刘和道长学了真文上清，可能就是灵宝跟上清净，然后在东山松阳观有停止佛暖，所以这个也是不同的一个程序哈。681年，这个将来的中宗皇帝建立了弘道观的时候，他找了一些道士到那里，然后这个侯道长给选，然后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有一阵子，当地的道士都被强迫当和尚，经过4年，他们才可以回到他们本来的身份。那个之后，这个侯敬仲就被选做官主，我记得在两个例子，袁春一也是一个女的，天宝初读为女道士，到德胜观成年，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然后能去成也是一个做官家庭出身。这些都是相当高的官嘛，他的祖先节度使、礼部尚书，16岁他就跟一个县令结婚，然后后来为寡妇之后，
就变成女道士。三女中弟，所以黄母堂上投寄成道。这个黄母堂，黄母家的话就是为了他的死过世的先生的一个遗物，他就在那时候做到女道士。然后学了很多，我们没有仔细的记录他学了什么东西，可是他最后还是做观主。然后他有两个字，一个为县主簿，然后小的就为和尚，所以可见道教是和佛教还是经常混在一起。结论目前我们所看到的道士墓志铭大部分就是从中原一带，不是中原，是中原，就是长江黄河一带哈。我们也有涉及到全国的所有的这些艺术中心，因为这些人经常会旅行到某一个地方去学一个法。有墓志铭的道士平常是从一个做官家庭出生，然后大部分也做过官主或者类似的一个官，没有官主的也就是法师的正在。女道士大部分是已经结婚，生了小孩子，然后当了寡妇之后才变成女道士，很多例子之中。然后墓志铭的兴起参差不齐，因为有些资料很多，有些资料很少。你对我来讲最重要就是这个道士生平轨迹，有时候跟敦煌我们所听到的这个寿禄之柱，这就是之柱人把里面他写出来的这个，然后你通过也有研究，我不是。他给我们一个典型的路程，就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例子，有些有关于那个应该的路程。像方圆，先受到道者经，然后灵宝经，后来才受到真理门威上清，然后东玄道者经。长孙受到上清之后，就被迁到阳平制，就是一个天师道的一个位置。后金就受到灵宝上清，后来才受到老庄。然后郑于正虽然当到一官主，禄只有灵宝中选禄，没有上清。好，就到此为止，谢谢你们听众。我想这个结论第二很有兴趣，
那就第一个姓康的是林宝金，然后第二个我们没有关系，那姓侯的林宝，然后那个郑的也有林宝，所以这个林宝在前头，所以这个时代有林宝优先的这个倾向，我觉得有没有这里有什么看法？我的观察好像林宝是比较初步的，他是最基本的，然后你到后来你才要搬到南平镇，所以就被变成天使大在上面，领导在下，不是吗？初级的要先要要得到领导，这个是唐朝的唐朝的有某些道教的一个倾向，对，就是、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可能是我很感兴趣，我真要问你这些问题，但你对我比我少求多了。是啊，好像另外一个解释法，就是说他收的是一个金，再来收的一个金。没有受到科仪啊，所以他后来才开始学做法事啊。是也可以这样子解读啊，因为他受的是灵宝经，不是这个做法啊，这个也是对。所以不一定完全跟我们说的。因为这个某一个期待，或者是我看那个李同济教授那个同古的。也很重视古雷的，你要只要古雷的那个经路啊就可以了，这个意思是说法派很重要，雷法非常重要的意思。那就这个时候这个时代可能灵宝的那个内容是很初步的，不可缺的一个首先要拿到的这种情况，灵宝经还是需要出关，你没有天师道，你怎么出关？这个时候的仪器，我们的老师的情况，这种人怎么样参与这个？你是说他是一个专家，他是一个分工的分担的仪器的那个技术。谢谢几位教授。我先提问一个，有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因为女道士我很感兴趣的，这个因为很少。然后但是有一个金仙公主墓志啊，她不能因为她是公主，你不把她放进去。哦，在哪里？对。然后我并不是说这是所有的例子，我就是给你们举个例子。有一个问题，就因为我以前给学生上课的时候，我把这个布置带过去了。是这样的，布置规格非常重要，就在特别是因为到我们通常看，因为是它那个有时候能看到帕痕，有时候是只是骨骼，对不对？但是其实最很重要的一个是原石的大小，它用什么石材，因为跟你的身份是有关系的。因为这个金仙公主是错的，然后一般的女性差一个，然后我之前有一次去嘉宾庐看，也是令我非常惊讶的一个著名诗人，比一个女比那个一般女孩还是半派，我非常惊讶是什么原因就不清楚，但是墓志的形制是跟她的身份是非常有关系的，是啊，尤其是有墓志这方面的。有关这些碑刻有非常非常严厉的规矩，对，表代表身份，身份。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关于你刚刚提到那个认为那个当时这个墓志的这样那个家族的那个，对。那个墓志是根据形状写的，形状是来自家族提供的情感，形状也是别人写的，不是家代表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个人对木质的看法，因为你说那个木质的材，里面是石，但实际上应该，因为我们看一般它是木质名定序，实际上木质名是后面，木质名是后面那个，序还是宋代人的说法。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天命使者到底是石还是一个仪式专家，
天地使者，就是他在百地圣里面出现的天地使者，他是谁？他是仪式班的。对，天地使者。天地使者。天地神师，天地使那个，对，当时说过，你也提到了。对啊。他是神，他是一个力量。因为天地神是我从来没有听过人讲沟通的天使，他民间的力量是个力量，他意思就是沟通，那是道士或者是中间的中道中间。不是不是人吧？人类是人，不是神，是神是神在沟通。对，是不是叫神？把天跟地啊联系，天地是神，天地使者是一个。天地使者，因为有材料，大家不知道。道士自称为天地使者，对，可以那个。因为有人甚至说天地神师就是天师啊，这个胡龙生就不讲，但是有人反对，黄先生都反对。但是我觉得天地神师是在天地之间的一个神师，它是一个沟通者。所以你说当时本来是神，你们是神。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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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我觉得不是，是那个五法，就是三皇文啊、五报文、五种啊传授的法，这个在唐代文献里面也会提到，他们传授五法。那第二个是那个赤度，赤度其实是皇帝赐命度道士做功德的，他不一定要跟皇帝认识，皇帝可能说每一周赐度几个道士，每周赐度几个道士，对，所以呢，不一定跟他直接有关。是，应该是。另外，我想回应老魏教授说。经啊，我觉得在张万福说当在唐代的时候，经界法录是一起传的，所以如果受了灵宝经，应该是要受灵宝中龙录，所以他我觉得他是一套的啊，不是。就是他刚提的问题，应该跟是，但是我觉得，所以这个有意思的，就是因为他是讲道理，他是实在，是。然后我觉得 Terry 提的资料里面有一个很关键，是说杜公路，他经常正一路、正一蒙卫路是跟老师学的，杜公路就要跑到龙虎山去跟天师学，而且陆修静就已经说了，杜公路只有天师子孙能够传授。来，天师的子孙，也就是修公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唐代的资料，他们都跑到龙虎山去受杜公路，所以唐。好，我可以找一些资料。但我要说的是说，到底我们要重新考虑杜公路的作用是什么？就是为什么杜公路？因为如果要到龙虎山去，他就没有办法按照那个法位的次序来得到，对不对？那龙虎山传统其实也提到杜公路是他们当时很重要的一个传授的一个对象。最后那个我们读的时候发现，墓志铭并序它有分三段落。就是最后那个诗是名没有问题，关于撰主的内容那个是字，然后作者写的时候会写一段序在前面，就是我什么原因认识他了，然后他拜托我怎样，然后撰主的名字开始才是那个字的部分，所以序字名我觉得是三段。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啊，我们就再一次向Terry跟赵老师啊表示感谢啊。是，谢谢。好，再来。